1、2都25蚊。好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爭分奪秒包咗落尾啊！前面快嘅馬有黃蝦黃快啦，中間紅衣醒神啦，出邊美麗滿載，最出大面箍嘅只咧仲有常感恩雅，中檔位置白衫白帽有你共賞啊！後邊兩隻爭分奪秒響尾二啦，暫時包尾咧黃黑衫嗰只係偏偏嚟嘅。好啦，接近呢個800米段處，前面帶頭嘅常感恩啦，跟住第二位外邊美麗滿載啊，黃蝦黃灰馬響呢個第三位啊，唔跟你啊移出嚟啦，頂埋嗰只咧就美麗滿載出咗去啊，跟住第四仲係有你共賞，第五位紅衣。星神第六位尾以位置內欄爭分奪秒啊，包咗落尾嘅嘛，仍然係嗰只偏偏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老五仔啦，前面帶出出嚟嘅馬咧，仲係呢只常感恩啦，美麗滿載就拍住佢，外邊黃蝦黃亦都上嚟，原欄上咗啲咧，仲有隻有你共賞啊，喺呢幾隻馬後邊爭分奪秒，中檔揾緊位，外邊兩隻紅衣醒神啦，同�埋呢只就偏偏啊，兜到嚟最後300零米啦，平排衝刺，見到咧埋邊位置常感恩，內欄有你共賞啊，中間爭分奪秒上咗嚟。外邊仲有黃蝦王，最後100米爭分奪秒已經係突圍而出啦，贏出第四場嘅國際一級賽，亦都係蟬聯百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佢都真係認真巴閉啦，四場國際一級賽喺香港，啱啱先至贏完呢個香港短途錦標，咁啊上屆咧又贏埋百週年紀念短途杯，蟬聯呢個杯賽啊，跑第二名嘅馬常感恩啊，第三名黃蝦王，第四名有你共賞。爭分奪秒，衛冕成功，莫雷拉又贏一場國際級賽，跑第二名，放頭常感恩，第三。